我的那些图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私はジュンジュンモモです。那这次开头呢，真的也不太一样了。来，再做个日文一下，做个日文的样子一下。那这次呢，是我们的600订阅 Q&A 啊。那我们600订阅 Q&A 呢，那就募集到了四则的留言。那这次四则留言很少，真的很少，因为有一个问题是已经有问过，所以呢，就也是要照着问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记得还没订阅的新粉、新新粉们，赶快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以及订阅 IUK 区的，还有 GTF 台湾简单的，以及我们的新副台组深六层 YT， 深六层 YouTube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600订阅 Q&A 喽。好，我们的 Question One。是我们的副台组 GTL 台湾姐那队问他，我跟他会很能聊吗？答案是不会，跟你聊天真的是蛮开心的，所以呢也不会无聊，然后也是蛮开心可以听到你的声音。然后那下一个问题是，也是一样，我们的副台组 GTL 台湾姐那队问，跟他在 Discord 听到他的声音感觉如何？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，很不错，很温柔。下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开创陈老板这个频道呢？为什么开创？就是觉得应该自己要有一个副频道的感觉啦，有个副频道真的也蛮不错的。Yeah! 下一个问题是安以胜，为什么要当 YT？ 好，那这个问题呢，就是在400订阅 Q&A 的下集已经有回复过了，在影片右上角有个资讯卡，可以点来看。那安以胜问为什么要当 YT？ 就是觉得想当，但是很无聊，全部是 YouTube channel。他其实有前身了，那我应该也会再另外拍一部影片，然后跟大家解说。好啦，影片就是差不多就结束了。喜欢的话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的下一次的 Q&A 见喽。那我们下一次的 Q&A 见喽，大家拜拜，先嗨。影片就结束啦，喜欢我的影片，影片下点喜欢以及订阅，打开二次铃铛，要求嘞，二次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下一次影片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要是不定时发片直播，还有什么问题用 FB 粉丝团、YouTube 留言区、Instagram 都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，拜拜。